士林地检署侦办高端公司基亚公司股票涉及内线交易、非常规交易等案件，经比对分析意见书，过滤投资人的交易资料之后，为了查明涉嫌人是否知悉及传递消息之管道，以及要厘清相关的交易细节，保全市政，于昨天，也就是12月29日，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执行搜索基亚公司及相关犯罪嫌疑人的住居所。那我们扣得手机、笔电跟相关的文件，也约谈了相关的犯罪嫌疑人十多人到案。经过检察官讯问后，认为张姓负责人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犯罪嫌疑重大，检察官预支30万元交保，黄姓被告、张姓被告各50万元交保，欧姓被告、施姓被告各10万元交保，王姓被告5万元交保，其余的被告讯后请回。本署将继续秉持勿枉勿纵的态度，积极分析比对搜索扣押之事证，厘清犯罪事实，维护市场交易之公平公正，保障投资人权益，健全市场的发展。后面还有一个，让一下，小心点，走狗了，让一下。懂不懂涉嫌内线交易吗？是不是有那个掏空？静待司法调查，就这样子，好吧？会觉得自己很委屈吗？这完全一切都是合法的吗？是不是有掏空公司的资产？那这件事情怎么看？是利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在炒股吗？谢谢大家。好，林大清。当初订的，你有在那边订？对啊，多少钱？那个带头啊，带头。
他现在在里面，在里面戴个戴口罩那个，戴口罩，现在拿手上拿纸，手上拿纸的那个。下面对我们这边这个，也是个医生，也是个那个门面，门面，刚刚像他自己的那个管家，真的，那尤其是那个，好像什么欧潮犬，对，他真的是真的很想看到他，很棒。这应该是在筹钱当中吗？没有，已经筹钱了。他们交保多少钱？那现在状况是在等点钱，等半点钱。哇，三十！多少？30万多少？比他老婆和他妹妹还少。那为什么只30万？我不知道啊。还没来。他妹妹和他的内婿还少，他妹妹内婿都50万，最多50万，他妈两个人都有5万，干买够回单又回来。来，1365邱三姨。董事长要帮我们说明一下吗？董事，我涉嫌内线交易吗？是不是有那个掏空？静待司法调查，就这样子，好吧？会觉得自己很委屈吗？这完全一切都是合法的吗？是不是有掏空公司的资产啊？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在炒股吗？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你们大家辛苦。谢谢。